梁城求助无援，绝望中向当时维护正义、宣扬和平的墨家军求救。当赵军先锋分两路，大兵压境之际，来者何人？墨者可离，墨家人终于来了，抵抗赵国，横蛮侵略。 在南门敢见你做瓮城，一个人对抗我夏国十万军队，要降，谁敢靠近梁城半步，我绝不留情。就算斩至最后一个人，也要为他们报仇。直到打败敌人，你们的自由才有价值，懂吗？ 各位将军的一切，赌梁城，退后。拉枪老师。